制作人有没有六块肌啊？二头肌看起来也很厉害。你对韩小琪的态度是不是越来越不单纯？你好像突然对我太好了，我有点不习惯。我明天可能就要捧孙走马了。哎呀，我有一件事想问你。每周六晚间10点，TVBS 欢乐台，在一起就好。